你写信就写信，干嘛瞒着我？你是想把所有的事情捅给刘局长？ 那个，东海，我真的找不出来比这个更好的方法。你这是越级上报，你要置我义父于何地啊？程云轩的事情我义父可以管呀，你可以去问他呀。你是不是怀疑我义父跟程云轩是一伙的？是不是？东海，你先冷静一下。你仔细想想。 光凭程云轩这一己之力，这个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？啊？他是谁？他可是你义父大人的心腹，他的亲信。我不管他是谁的亲信，哥，你这次一定搞错了。我义父是个好官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为了照顾我一直没有续弦，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良嗜好，他生活很简朴的，他怎么可能和程云轩搞在一起啊？ 我了解我义父的，你一定相信我。我是想相信你，可我更相信证据。什么证据啊？你有证据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我去查，就一定会查得出来。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证据？我义父没有干过的事情，怎么有证据？你是谁？你是警察，要相信事实。我不想听你讲这些大道理，我就一句话：我义父是清白的。 你就更应该去找证据来证明。我根本就不用证明。东海。 东海，你是不是想跟我绝交？你想多了。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好兄弟国华，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兄弟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们摊开来说，行不行？你说就行了。是，我写信的事没有告诉你。 是我办事不妥，可是我这么做，是因为我怕你伤心，怕你难过。我就只有一个义父，我是我义父带大的。我连我亲爹亲娘都不记得了。如果你怀疑我义父，你不如怀疑我好了。是啊，县长是个好父亲。 这辈子，咱俩没机会再做兄弟。下辈子，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。对不起。
杀国华的凶手必须要找到，从今天开始，三个人一组，听我的命令。从今天开始，两人一组，轮流去国华出事的地方排查，发现疑点马上上报，尽快找到凶手，毙了他，给国华报仇。还有，抓曾氏洛和焦亮的事情也不能放下。东海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县长病得很厉害。我姨父得什么病？这。 东海，有什么事儿，你们路上说吧，赶紧去。哦，那警所的事情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有我在。好，走。义父，义父。 我义父怎么了？大夫说是偶感风寒，不是什么大毛病。谁知道拖了几天不见好啊？县长不让跟少爷你说，怕少爷你担心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才让贺秘书跟你说的。你们是怎么照顾我义父的啊？我义父他岁数大了，饮食起居上应该多注意，以后不许再出这样的事情。下去。是。 就发脾气啊！你这孩子，来，这人年纪大了，有个头疼脑热的很正常，过两天就没事了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你现在是巡长了，胆子重啊！哎呀，什么事情比您的身体更重要呢？这两天我哪儿都不去了，就在家好好陪您。 能行吗？你们那警所，哎呀，我说行就行，您好好养病吧，听我的。<笑>好，听你的啊。哎，<笑>杨兄弟啊，局长可说了啊，这次的事儿要是办成了，不但有重赏，而且让你过过当巡长的瘾。 让我当巡长，对啊，你们警所不是缺个巡长吗？是缺个巡长，可是我哪够资格呀？局长说你够资格，他谁敢说个不字啊？可是朱一书他待我不错，我已经害国华了，我不能再害朱一书了。你想想啊，你害了国华还能再回头吗？啊，有一次，还再有多一次呢。可是你有完没完？啊，你媳妇孩子。 还有老娘，不想要了。<笑>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跟你开个玩笑，瞧把你吓的。不过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啊，局长这么器重你，把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你去做，那说明啊，局长很器重你。啊，你不做，自然还有别人去做。你想想，咱不能白白让这么好的事儿。 便宜了别人啊，是不是？啊！哎，这就对了嘛！啊，将来啊，兄弟我还指望你提拔呢！啊！哦！哦！哦！啪！哦！啪！啪！哎，兄弟们，这羊吃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！小丫头。 这羊怎么卖啊？啊！焦亮，那个通缉犯，我的羊不卖，不卖，不卖正好，爷爷没打算买啊。嘿嘿，兄弟们，把羊赶走。好嘞！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告诉你，别动我的羊，再动我的羊，我抽死你，信不信？我，哼，小丫头啊，挺野蛮的嘛。 信不信爷我一枪毙了你？哼，我告诉你，前天爷我刚好杀了一个警察，别惹我不痛快，要不我就打死你！滚！哥，哪儿打枪？听枪声，好像是南边。弟兄们。
带着家伙跟我走一趟。是，走，快走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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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大哥！陆大哥！怎么了？那个刀疤脸焦亮带人抢走了我的羊。什么？焦亮抢你的羊？啊！哪儿呢？就在前面，他们赶着羊走不快，肯定还没走远。对了，朱大哥，他说前天杀了个警察，是不是国华呀？杀了个警察？兄弟们，走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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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！来了！快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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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，可能有诈。哥，就这么让他跑了？你仔细想想，为什么他要跟珍珠说他杀了个警察呢？哥，就算是有诈，咱们也得上啊！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那几个人？他杀了咱们好几个弟兄，今天就应该血债血偿。对对对，今天血债血偿。上打
为什么？哥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是他们逼的我呀！老陈让你个叛徒，我打死你！你个王八蛋，我打死你！启明，启明，跟我说，记住哥的一句话，冲出去，给我报仇！爸，走，一起走。我带你走，这，撤，这，开枪！快！撤！拦住他！拦住他！拦住他！快！朱一书受了重伤，下落不明，其他的人全干掉了。朱一书必须得死。是。局长，这次焦亮带的都是高手，朱一书又受了伤，他一个人翻不出天去。不行，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大意。你马上去集合小分队，我要亲自去看看。局长，去吧。是。朱一书带着他们警所的人跟曾石洛火拼，这不可能吧？就是啊，朱一书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局长，刚才说的那个秘密小分队是不是很厉害呀？我看不是，要是真厉害的话，还有我们什么事儿啊？用得着咱们三更半夜的去支援？大家听好了，今天晚上的行动要绝对保密。尤其是小分队，谁要是把这个信息泄露出去，我格杀勿论。是，出发。朱大哥，朱大哥，朱大哥，冲！朱大哥。
你别哭了，你朱大哥福大命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徐伯伯不是说了吗？他身体底子好，又年轻，养上一段就好了。自己人，杨兄弟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跑过来了？所里没人了，我来值班。哎呦哎，真是干大事的人啊，滴水不漏。我有个忙，你得帮帮我。朱一书除了这儿，还能藏在哪儿？朱一书除了执行任务之外，天天待在所里。杨兄弟，这朱一书他可是非死不可，谁要是杀了他，那是大功一件；谁要是敢包庇他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不止他死，全家都得死，明白吗？嗯，说。在镇长家。快点！危险了！不行，我不许带走他。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珍珠，焦亮已经到门口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你等等，大叔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做任何解释，我必须把我师弟带走。快！就是，给我砸门！是。爹，怎么了？爹，欠我的。
点大乱，你们快走，我们在牌楼那边会合。爹，走。陆大哥，别怪我。走，爹。走。追！追开！快！那边，快快快！都拿下！是。你们干什么？带走！走走！快走！陆大哥，放开！放开我！走！快快快！报告局长，特别小分队队长焦亮向您报道，朱一书已经被我拿下了，两个同伙也被我抓住了。镇里边还有什么漏网之鱼吗？匪首曾石洛还没有抓到，属下正在全力缉捕，不惜一切代价要抓住曾石洛，死活我都要。是，走，快，走，快点，快点。刘局长，刘局长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庞县长，好久不见，一向可好啊？托局长的福，一切安好。我这次奉命来到雁门，给庞县长添麻烦了。局长，您是客气了，您是贵人，能来到敝县是卑职的荣幸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呀。让人安排一下，让兄弟们歇歇脚。是。哎，局长请。好。局长，请用茶。下去吧。庞县长，这次我来到雁门，一路所见，莫不是民风淳朴，秩序井然？这多亏了庞县长治县有方啊！这是卑职职责所在，理当如此。庞县长过谦了。如果我们所有的同仁都如庞县长一样克己奉公，那何愁我九州不振？国家不兴啊！谢谢局长，卑职一定勉力而为。局长，您这次来是为了……庞县长，那件事办得不错，缴获了那么多枪，还没有伤亡报告，这足以证明雁门县所有的同仁是智勇双全呢。我这次来是来嘉奖你们的。谢谢局长。卑职一定继续努力，不负局长所望。不过，该走的程序还要走。怎么连个破案的报告都没有啊？这也太不像话了。局长说的是，但是卑职认为特殊情况还得特殊处理。要不这样，我安排人和局长您的人做个简单的交接。那就不必了，把朱一书那小子给我叫过来，让他当面陈述就行。他破了这么大的案子，也算是没有给我丢脸。报告局长，朱一书出事了。出事了？卑职有负局长所托，御下不严，请局长责待。庞县长，你不要有所顾虑，有话就直说。有多项证据表明，朱一书
勾结雁门县土匪曾石洛，严重触犯了国法。昨晚县人来报，说竹一书带人去了一线天，和曾石洛火拼了。哎，竹一书为什么不把那些枪直接交给上级，反倒让他来雁门取枪？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件事情有问题。难道那批枪其实是竹一书求援的信号？陈局长，省警务监督局的刘局长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你回去告诉县长，让他放心，我会安排好一切的。是。这周传勇，你现在马上出发去吧。明白。就兄弟们，这回咱们没吃散伙饭，倒真散伙了。你们现在都不想吃我做的饭了吧？对不住了，点啊，过去。好，去吧。嗯，姑娘，你爹身上的这颗子弹要不赶快取出来，他马上就会死。想救吗？别怕，这水里边只放了点蒙汗药，喝了睡上一觉，你爹就会醒。给他。是。嗯。喝。曾石洛有个手下叫贾腾，前一阵子被程局长抓获。贾腾说，他亲眼看见朱一书和曾石洛私下密谋。程局长那儿有证词。这个贾腾在哪儿？被曾石洛灭口了。那不是死无对证了？属下失职。的确是你们失职，这么重要的证人居然在你们的眼皮底下被人灭口。庞县长，你也是个行家，你不会不知道贾腾一死，他的证词可就大打折扣了。是，不过局长请放心，贾腾虽然死了，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证人，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。这药灌下去
他能睡一天吗？能。他本身就失血过多，这些药再灌下去，保管他睡到明天下午。如果不管用，那你兄弟就在这监狱里待一辈子，别想出去。是是是是，局长放心，绝对没问题。走吧。哎。朱一书是我的学生，他有多少能耐，我最清楚。你们二位把他抓住，想必是费了不少周折吧？卑职职责所在，不敢不尽心尽力，也不敢徇私。但是，朱一书是局长的高徒，他要是真触犯了国法，谁的高徒都没有用。去，把他给我叫来，我要亲自问他。是这样的，局长，昨天夜里，程局长向我汇报，然后就连夜带人去抓捕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马上问一下。小贺，县长，你去看看程局长回来了没有？如果回来了，请他马上过来一下。是。局长，其实我对朱一书也是寄予厚望的，但没想到他竟然干出这种事来。朱一书，如果真的是知法犯法，我绝不包庇。但是，有人想陷害他，我也绝不轻饶。别说局长不轻饶，卑职也绝不姑息。刘局长，庞县长，程局长回来了，辛苦你了。朱一书呢？他受了伤，昏过去了。我刚刚给他找了医生，由于伤势过重，还没有醒过来。哎，叫大夫全力抢救，无论如何把他救醒。是，程局长。朱一书昏了，总有一个醒的吧？叫一个过来，我要亲自审问。报告局长，除朱一书之外，现场没有一个活口。什么？一个活口也没留下，这是谁干的？不是提前派人去制止了吗？怎么一个活口都没留下？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打完了，看来是提前动的手。都死了，那谁能证明朱一书和曾石洛勾结？杨善利，他是属下的线人，过去他一直跟着朱一书，当他听到朱一书的行动之后，马上回县城报告，所以才逃过一劫。哼，居然有这样的事！千真万确。照你们的说法，大丰镇所有警员都被朱一书一个人拉拢成一伙了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就凭朱一书一个人，能把一个镇警所变成土匪窝吗？哼，这样的事我还是头一回听说。你们二位的眼睛、耳朵是干什么用的？要是这件事是真的，连我都不敢相信。我可没有这么笼络人心的本事，你们二位有吗？卑职为一县之长，一心只想着如何为国所用，不敢花什么心思想笼络人心的事情。属下是警察，只会办案，不会笼络人心。你们二位紧张什么？我不过是随便说说。好吧，人证的事儿先放在一边。那么物证呢？朱一书与土匪勾结，那信件来往的信物，那总会有吧？千招拆招，这一
艰辛，有谁能知道？总有千辛百折不恼，却一双慧眼让我看到这一路鬼怪模样，插一双翅膀任我逍遥，一身豪气冲上云霄。今朝